前嗰几日，成千上万嘅广东人突然间变晒做马来西亚人，唔系因为佢哋集体移咗民，而系因为佢哋觉得钟嘉欣应该攞时候，结果佢净系攞咗一个马来西亚最喜爱 TVB 女主角。嗰一刻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唔单止系中国人，仲系马来西亚人，因为我哋嘅审美系一致嘅。点解唔系钟嘉欣攞时候啊？星空下的人依唔好睇咩？家阵又要我哋嘉欣 BB 陪跑？系讲真啊，喺香港嘅娱乐圈陪跑算得上系一种传统艺能。你都咪话电视、电影都一样。刘青云，我偶像，演技好唔好？好到问啊！有冇攞过影帝啊？攞过，边部电影攞噶？你唔知咧。热心市民刘先生第一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演嘅嗰部电影个名叫做《我要成名》，系咪未听过？系咪谂唔明？刘青云演过咁多部经典电影，演过咁多经典角色，点解偏偏系靠呢部电影攞影帝嘅咧？因为之前都喺度陪跑啊，唔单止刘青云啊，刘德华都陪跑咗好多年，先至凭借《暗战》攞影帝嘅。而《暗战》入面就有刘青云喺度陪跑，即系我哋觉得香港颁奖嗰班人咧，佢哋颁奖唔系睇表现，系睇功能。华仔拍咗电影咁多年啦，武功都有劳，啊颁翻个最佳男主角俾佢啦。阿华仔、云仔值唔值得呢个奖咧？咁啊当然系值得啦。但你哋可唔可以唔好错峰颁奖咧？我表现最好、最渴望俾人认可嘅嗰几年，你唔颁奖俾我，等我心淡啦、谂通啦，觉得算啦，唉，做好自己本分就得啦，无谓同人争啦嘅时候，你先啊，恭喜你啊，系你啦，你咪恨咗个奖好耐噶你，我终于肯颁俾你啦。哇，直头好似施舍俾我咁，真系令人好嬲，而令人更加嬲嘅系，佢哋真系够胆死，连施舍都唔施舍咯噃，真系够。打唔俾翻个奖人哋噶噃，讲翻 TVB， 吴卓羲同埋黄宗泽都讲啦，佢哋都冇攞过视帝啊，佢哋都陪跑咗好多年啦，嘉欣 BB 攞唔到视后咯。正常嘅，不过我系唔认可，有啲比较激动嘅粉丝话，视帝同视后都系靠关系攞翻嚟嘅。我觉得佢哋系俾人摆上台嘅。第一，我觉得佢哋嘅关系并唔系话咁犀利先。新科视帝谭俊彦嘅爸爸系狄龙，点解大家会觉得爸爸系狄龙就可以攞到视帝嘅？你同我讲话你老豆系成龙，喂，我都唔觉得你实攞眼视帝噶噃。新科视后林夏薇更加唔使讲啦。喂，佢都只不过有个堂大佬叫林峰啫，林峰又可以帮到佢啲乜啊？有林峰自己都未攞视帝啦。哇，佢咁坚可以叫 TVB 颁翻个时候俾自己个堂妹，不如佢真係帮帮手叫 TVB 颁翻个视帝俾自己先啦。我哋呢班粉丝盼星星盼月亮盼好耐㗎啦。第二，我觉得所有嘅艺人除咗嗰啲月入6000万嘅，绝大部分都係自己知自己事嘅。我有冇 call 你攞视帝时候我自己知㗎嘛。喂，我觉得我自己唔係咁够颁，你系都颁个奖俾我。我唔会觉得你喺度赞緊我，我觉得你喺度扇緊我囉。就好似咁，阿琪突然间行入嚟同我讲。家峰啊，有个最佳栋笃笑演员奖，我帮你沟通好晒噶啦，到时候你领奖就得噶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喂，顺便八卦下咧，候选人有边几个？哦，就你同黄子华咯。拖住打。咁嘅奖梗系唔攞我攞啦，系嘛？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系唔需要对新科嘅视帝时候有太大嘅意见，佢哋都唔想噶，佢哋都系被逼嘅。小辣椒叫 Gwyneth Paltrow， 当年佢凭借《沙翁情史》获得咗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，直到今时今日都仲俾各大影视营销号喺度反复鞭尸，话佢系奥斯卡最水影后。喂，由此可见，有时候攞奖都并唔系话一件好事嚟。有啲人想攞奖攞唔到，佢输咗；有啲人未必想攞奖，但系。攞到咗，不过俾人闹，佢都输咗。冇攞奖嘅人同埋攞咗奖嘅人都系输家。咁边个赢啊？当然系颁奖嗰个啦。事后系边个攞到 ？I don't fucking care 啦。最紧要嘅系当晚刷屏要够多，输咗人品，赚咗流量。喂，有流量啊，有广告，有广告啊，有钱搵。你睇几讲究。如果以后仲有掌门人睇嘅话，个游戏咧系应该碗换噶啦。TVB 个 B 啊 ，business 个 list 啊 ，B to B 啊。咁我哋从嘉欣 BB 痛失事后呢件事里面学到啲乜嘢啊？我哋可以学到一件好紧要嘅嘢就系、是，你作为一个打工仔，你唔应该有期待嘅。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个名嗌得再好听，本质上都系同公司年会冇咩区别。喺年会上面，老细话我哋今年设咗一个最佳员工奖，奖金有一鸡嘢，大家就觉得哇，今年我哋公司边个最勤力，边个做得最多嘢啊？然后大家觉得喂，嘉欣姐做得几好啊，又系公司老员工，今年负责嗰个项目又好似赚咗好多钱。但老细唔系咁觉得啊，我老细觉得喂，嘉欣姐虽然系好做得嘢，但我知道佢好似过完年啊谂住劈炮噶啦噃。既然佢都劈炮啦，点解我仲要俾成鸡嘢奖？金佢啊，留翻嚟激励其他员工仲好啦。所以老细会心一笑，同大家讲：喂，今年阿家峰做得几好啊，日日加班噶。我决定颁个最佳员工奖激励下佢，大家觉得好唔好啊？系唔会有人够胆话唔好啊。最后老细仲要同你哋讲翻一句：加油！下一年呢个奖就系你哋噶啦。所以话打工就系打工，正常出粮就已经系奖赏，你竟然仲想攞？
攞奖，实在系非分之想。嗱，就快过年啦，好多公司都准备搞年会，你哋就体验到嘉欣 B B 嘅心情噶啦。明明都已经好勤力噶啦，但系就连全勤奖都冇。喂，唔紧要，你睇咗今期节目，你已经长大咗噶啦，你已经明白咗个道理。落班应该早啲唞，年会应该早啲走。当年啊，有一个人冇签到合同，冇去到年会，都一样攞最佳员工奖。点解啊？因为佢识得讲笑啦。咁识得讲笑啊，关咩事呢？因为笑口常开，好彩自然来啊。令我牵手也全是你，因这段情告别明日痛。喂，做咩你上偷手机啊？唔系，你睇完《月之一二》唔记得点再看，我帮你点咗啦。哦，唔该晒。觉得我做得啱嘅，记得点个再看啦。